各位观众，你知道我们在干嘛吗？我们现在正在制作拍，我们正在制作拍那个斗鱼的影片。半月斗鱼跟 PK 斗鱼。哦。老板说半月跟 PK 斗鱼现在正在处理中，一次呈现斗鱼的样子，不要再杯子的状况给你们看。新的方式。对，欢迎新的方式。我们放在智能水族箱。何谓智能呢？因为它有温度，然后按一下，触碰式的，触碰式的蓝白灯啊，蓝白灯。我们先用蓝白灯拍一下。爸爸喜欢吗？触碰式的蓝白灯，它真的很半夜斗鱼，深蓝色，半月。还有粉红色，梦幻粉红色，有没有？哦，还有红色啦，红色半月。啊，其他人都跑光光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 PK 啦，蓝色的 PK， 宝蓝色的，后面那个是比较金属色的，对，它在后面。其实里面有七只。哪里啊？哪里有一只？哦，这边还有一只肤色的，这只很漂亮。这只是 PK 斗鱼啊，它是，它刚刚还蛮凶的啦。它身上还有鳞丝，什么鳞丝？喷点也放射线的鳞丝，放射线的鳞丝啊。这是姑姑树啦，姑姑树很漂亮。对。它还会长哎，还会再长啊！然后那个上面的那个草，原本那是什么莫斯吗？三角莫斯还是什么？三角莫斯白黑黑的，然后现在就是变得比较光泽感，是因为有彩色虾，彩色虾帮忙清理，都彩色虾都上去帮忙吃，对，要谢谢他们，对。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那个龙猫的啦，跟那个小龙猫它。龙猫造型，造成一个小造型，很漂亮。有阶梯啦，哈。小鱼缸、大鱼缸都有啦，我觉得深蓝色。深蓝色。哦，灯光好，这个是彩灯呐。我觉得彩灯比较好看哎。这跟它一样。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对啊，这个斗鱼它本身就是彩色。哎，这好好看哦！怎么跟刚刚那个蓝白灯差那么多？彩色系列它会把它的颜色表现出来。这是粉红色的换射线，这是造型，好看啊！可是我现在拍这一群，这样子拍蛮好看的，可能光线的关系啊。还要变那种白灯。白灯哦，不好看，换一个。微灯哦。还可以，哎，那只好好看哦。不是，左边在那边展示那个，那一只比较凶，这一只啊，左边这一只好，我觉得好蛮好看的。有时间赶快来店里选哦，颜色都很漂亮，很鲜艳。PK 斗鱼哦，纯白是不是？纯白色。啊，你后面纯白色，它很红。啊，一个 PK 斗鱼，就是喷虾。喷虾。喷虾喷得很漂亮。哦，这是红色啊。半月红色。啊，现在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个好酷哦。这个感觉男生会喜欢养这个鱼，这个变成颜色比较漂亮啊，蓝靛干更漂亮哦，还有灵光颜色，它的那个百褶裙也不错，好，下一只，百褶裙，下一只，这个哦。红豆，这叫红豆颜色。红豆。PK。PK 哦。
到了，不知道。哎，老板娘，有人在问说，线上问说，你放那么多豆鱼在一起是不是会小缸啊？要看你是大缸还是小缸啊。你要是大缸还是小缸哦，水小缸做得很好，也可以混在一起呀、啊。哦，做一个森林。哦，森林也可以、啊。下一只，下一只。因为半夜它不会很凶啊。半月不会很凶 ，PK 马杯 ，PK 马杯啊、哦，最少要你要混在一起，最少要两尺半，两尺半哦，可以养在一起啊。可是养在一起，他们不是会斗吗？你至少照向森林嘛、啊，他们就会各自跑过这地方啊，我公还会叫上来玩的。哦。有人要大班，要吃，大家嘛水当当。这只蓝色的，蓝色的、哦，蓝色配红色半夜，蓝光比较显色哈、哦，蓝光配红色，哦，蓝光配红色 ，PK 跟半夜，全部都是公的，很漂亮哦。哦，你这一缸都是公的、哦，要的人要动作快，要赶快来选，不然这是。一两百只选出来的，一两百只特选出来的啦，特别选的。哦，所以半月跟 PK 都有就对了。其实这样养混到明天还可以。哈、哦，不会小嘎吗？不会啊。哦。也是要给它分开呀、啊。也是要给它分开、啊。不会像那个马尾斗得很厉害，还好。可是我已经看到他们在展翅了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就是要赶快用一个杯子里面养一只，让他们。他们现在在那边开会是不是？有个对象啊。嗯，他们在里面开会是不是？